哒啦啦啦啦，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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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哇哦，沙啦啦啦啦，沙啦啦啦 ，in the morning。现在不是 morning 了，明天上班上课了，各位，上班上课。天哪，虽然说基本上台风号称已经是解体了，但是感觉明天还是会有，明天还是会有风雨哦。感觉啦，我是这样子的觉得，你们觉得呢？好，我们别逼我们自己了。明天开始上课了，对啊，还是会下大雨，怎么办？我今天也是上了一整天的班，我下班了，我下班了。我上班了，我还在上班，我还没下班，我把昨天的份也补起来了。大家明天上班上课加油，明天也得上课。要上课吗？要不要翘课？有看到截图全选白截图？截图什么截图？我上很久哎。魔法少女下班了，我下班了，现在又上班了，明天加班啦。那些年那些歌，那些那些哦，简你怎么在？生日快乐！我们一起祝简小姐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好，气势磅礴！谢谢 keyboard 老师，谢谢 bass 老师，谢谢 guitar， 耶、yeah, 耶、yeah, ，谢谢我们的鼓手，辛苦了，辛苦了。啊，我又钻到牙齿了，生日快乐！不可能生日快乐还有红包吧？对啊，该帮我代购了吧？该多寄一点环球影城的东西回来了。谢、yeah, ，我跟你说，姐，你帮我带回来的那只蒂姆，大家都说很可爱。我跟大家炫耀，大炫特炫，哼哼哼！贿赂代买吉卡哇吗？有没有打算代抽一下那个兔子的一番赏？兔兔一番赏啊！你现在帮忙代抽的话，你大概就是直接赚到明年。直接不用回来，有没有打算？还是你抽完可能会脱裤子？线上抽直接赚来不行啊！他现在抽完，明年才能卖哎，他这样都被遣返回台了。抽完之后卖给楼下兔兔党，至少可以赚一张机票吧？对啊，哎呀，至少可以赚个。台湾、日本来回，来回干嘛？你去其他地方好不好？去个什么北海道之类的。线上抽还有日本电话啊，他就在日本啊，可以好不好？台湾也可以抽了吗？台湾要有日本地址跟日本电话就可以抽，没错。今天一个小时整，一个小时整怎么样？我赞助资金赚的分50%给老板就好哦，所以我可以不做事是吗？那你是怎样？你要负责发货吗？住日本不一定有日本电话。哎、欸，你很勇哎、欸，你今天还跟日本人出去，天啊，你好一哦！怎么才待不到一年，已经这么样的流利？早安呐、啊！而且他现在都已经12点了啊，你怎么还在？先谢谢老板的20抽，不客气，哈哈哈，20抽。那我也可以抽，你有日本电话哦，真的假的？你居然还有在养日本电话？12点还在，我跟你说超级不正常。他有一次我台湾时间凌晨5点，他在密我讯息。然后一看那个时间就知道他一定还没睡，
日本时间六点。他没有，他的一天才正要开始。他六点多才差不多要就寝吧。六点我都起床，哇，老人作息，好辛苦哦，社畜作息。你们这些就是美东时间，以前都是用游戏公司的电话。哇，第四抽，不得了不得了。六点还在睡，晚上六点起床吗？其实严格来说，他都说他有睡饱，但我觉得听起来感觉就是很睡不饱。你看我六点起床，然后他下午大概两点，也是两点左右会起床，就是严格来说是睡了，哦，有超过有八个小时哎、欸，有睡饱比较重要。有睡饱比早睡重要？没有，我觉得早睡比有睡饱重要。我以前也都有睡饱，我还是进了急诊室啊。我的头发今天因为绑了一整天，所以它呈现一个很奇怪的造型，我把它往后绑好。那比我多，小安要是最后一排了，哈哈，感谢我的神手，我就说大家不要对我的手寄予厚望吧，大家真的不能怪我，好不好？生日菜比吧，不知道填问卷没关系耶。坐后面很多人都说是摄影席。我的头发好像变亮了，是因为我今天喷了很多发胶啦。不怪你，怪谁？怪缘分。还是很多人不抽座位啊！我不确定安安的手是强还是弱，他手很强，他手很强。坐后面可以看嘉宾哦，确实。啊，姐，你都不回来看我的生日画哦？你都生气？你们三个都还没有来看，又没有来看公演，又没有来看生日会。我没有邀请有人逼吗？他有想来看吗？他有兴趣吗？快说你抢不到票，他抢不到票，我可以给他票啊！你可以帮我买机票，最近濒临破产。哎，可以帮你买过来，但是回不去的机票。我是可以问一下有人逼，但我个人是觉得他是一个没有兴趣的人。他公演很认真的在鉴赏我们的缺点，他很认真的跟我说，我觉得你们讲话实在是太无聊了。然后有人逼给我的公演心得没有一个是称赞，所以他完全没有称赞，全部都是缺点，导致我不觉得他对我们的东西有任何兴趣。超级严格，就是他说 uni 曲也很糟，然后全体曲也很糟，然后 uni 曲是糟透了这样子。很糟，然后他说 MC 就是希望你们都不要讲话，导致我非常接下来都非常紧张。我觉得甚至会邀请他的话，我会得到他非常严厉的 report。跟你们传达一下，他是说，就是他觉得对严格把关，对他确实是没有睡着，从头到尾都看得很认真，所以他觉得很无聊。他说他觉得我们舞蹈的程度差太多，然后有一些人很投入表演，有一些人完全没有，然后表情的感觉也差很多。然后群体舞的时候只能看得出来某些人有比较亮眼，但到 uni 曲的时候就糟透了，因为他说他觉得表现不够好的人很明显，导致他完全没有办法去看一些表现的还可以的人。他觉得整个 uni 曲就让他觉得哇塞，到底在做什么。然后到了后面全体之后，他觉得哦，终于又好了一点点这样子。我就啊，不要再说了。不是，他觉得 reset 还比较好一点。
他觉得局组的时期好一点点，然后但是他最喜欢看的还是就是有一期还在的时候。他后来来看，他来看的是最近的，最近的有来看，然后最近的之后他就再也没有说过他要来看了。而且他还带了男，就是他带了男朋友来，然后就是他们算都是走艺术的，然后他们两个人的这个评价都很严格，我真的是非常的紧张。他要有老板的欧西卡美啦，没有，他根本没在看我。有啦有啦，他有在认真看我。他就是说，他们的评价是，他们觉得我们的服装，因为他们是做服装的，他们两位都是在时尚上面有一些造诣的人，这样子，所以他们就是说，他们觉得衣服其实就真的很昭和年代。然后，卡了，闲货才是买货人。卡了吗？卡了吗？他又说整体就哦，男朋友说他真的找不到任何可以喜欢的人，啊，好害怕。对，就是他男朋友的评价。怎么办？怎么办？哭啊！没有没有，这不是求生欲，这真的不是求生欲，相信我。场面话不是照理应该要来说哦，我觉得你朋友表现得很棒之类的嘛，就是看得出来是有是专业的这样之类的。没有欸，他的回答是说他觉得找不到可以喜欢的人。啊，严厉，没有那么严格，这么刺激，场域不合。但是哦，接下来我刚刚讲的那个是他比较理性的评价，就是对我们表演评价。他后来讲的东西我觉得就是还真的蛮一针见血的，就是他后面有分析到一些事情，然后就是真的是一个我们的大环境下比较不好的状况这样子。然后除了我们的表演以外，他还有讲到他觉得气氛有哪些部分是很不行的，然后他觉得一般就是不追偶像的人看完的话可能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反正就是真的讲得很非常非常的重，就是话非常非常重，所以我才会想说生日会他应该先不要，不是太吵了耶。但没关系，我没有想要讲到这个，但反正他就是我觉得他没有特别喜欢看我们的演出。然后内容他真的是讲得非常的狠啊，自己跟路人的感想差这么远，真的，他真的讲得非常的狠，就是真的稳中带点狠啊。在运的怎么可能跟客观的会一样？对啊，但是我之前有邀请我的高中同学一起来看，也是评价就很两极，就是有也有一直不知道但是我就觉得会觉得特别难过，因为单纯看我的话，单纯看我的话也可以看得很开心吧。没有都是看日团的，评价不好的是觉得也是觉得比较无聊跟冗长这样子。但明明我在台上怎么不看看我。但是后来就是有一群有喜欢看的，我就有一直在邀请他们来。但是有不喜欢看的，我就之后就想说那就没关系，他们也不用太勉强的报名啊。就是有一直吵着说什么时候可以离场的人，但是我好像也有看过真的有演唱会看到睡着的人，不是我，不是只说公关系，就是还是有人看到睡着。我们很努力在演唱会努力精彩了，各位。球赛都能睡 ，MC 部分上下线的差距比较大，我觉得对，因为 MC 我们真的是需要拖的比较长。
一般日团来台也差不多那么长啊，看我们 MC 灯的明暗状态就知道了，明暗状态。嘉宾环节斗鼓哦，我这次的嘉宾环节保证大家是不会斗鼓的，我的嘉宾没有讲话的时间，我的嘉宾们不容许有讲话的机会。MC 有些内容不认识的成员就有趣不起来耶、yeah, 我的 MC 我这一次只有嘉宾表演的机会，可能没有让他们说话的时间。有嘉宾会来跳火圈来肯定是要的，强行闭麦。上次侧排第一排，对啊，欸，侧排真的不能睡好不好，侧排睡得超明显的。话说简好像真的没有来看过哦，有啦，有简有来看过演唱会，我跟你们分享，我觉得天秤座就是不一样。反正我们家刚刚那一只可爱的简小姐呢，她之前来看我们的演唱会就是看应该是诗雅毕业的那一场，然后其实就是其实我身边的朋友不是到那种超级无敌非常关注我的每一个工作这样，但因为简跟我算是比较真的很亲近的朋友，所以哦，看过两哎演唱会，诗雅的那一次跟哪一次演都是演唱会吧？我公演有邀请过你吗？还没有吧？哦，乌没有，你乌没有来，乌美你跟谁来？但是吴他他们没有来过吧？因为吴他之前才跟我讲说他没看过我表演。吴他跟马鲁可没有来过吧？乌梅那次我有去，你一直看后面，真的吗？你跟啊，你跟姐姐，姐姐倒是姐姐，你知道姐姐一直默默的购票都没有跟我讲吗？他超强的，真的是他都抢得到票，我想说他居然都没有问我说你有没有票之类的，他都自己抢，超强，不得不说有在厉害。反正就是哦，那你也看过公演了，好，那也没有什么遗憾了。只是没有给吴他跟 Maruko 看过，我觉得吴他应该会喜欢， Maruko 可能会觉得没有道之俊佑。没有道之俊佑他可能不是大菜。反正跟你们分享一下，我们家简宝宝在看毕业演唱会的时候在后面哭得稀里哗啦，然后想说天哪，他又没有推陈诗雅，但是他就说因为我们在台上就是很难过，然后我们只要一哭他就跟着哭，然后那个歌一下他就开始哭，一直哭一直哭，啊，有时候不知道啊，就觉得很好哭，我觉得很可爱，非常像他会做的事情，是不是更感人啊？我觉得很好笑，天秤座就是这样的人。但好的表演有渲染力，不论是否是粉丝，共感增强。面面粉丝吗？他是我家，他是我的，他是我的谁？我记得我国中的时候都叫他亲爱的，现在想想觉得好恶心哦。不愧是天秤座，我之前都叫他亲爱的，哎，我真的是想说，我们国中时期真的是很中二，哎，对啊，互相叫亲爱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什么发病的年纪？有变心吗？中间有变过。先问你是他最喜欢的成员吗？不知道哎，不知道简乔小姐。TP 看了这么也看了六年了，不知道喜欢谁。诗雅边演唱会跟孟子的真的哭，所以是前前前妻吗？目前可能还在即啦，原来已经到了叫亲爱的会尴尬的年纪了。又一位前妻出现了，这是第几任的？这应该算是
蛮，他应该是蛮元老级的，小学四年级认识，又是小学四年级，前妻玩在即，当然啦、啊，当然在日本的原配啦。小四，对，我的小四传奇，算是哦，我们算是这个青梅竹马。谁是青梅，谁是竹马？通常青梅竹马都是天降银，不是吗？啊，为什么只有青山刚昌最喜欢青梅竹马？不懂，我真的不懂。哦，对了对了，跟大家分享一下简这位简宝宝呢，就是我以前看那个名侦探柯南一定会一起看的人，就是我们几乎是好几年，连续好几年都是一起看名侦探柯南的吧。就这几年，就是呢，我在小兰出场的时候可以疯狂的飙一些就是祝福语言的时候，就是只有他会在旁边一直笑，然后他就是看到基德的时候会说哇好帅这样子。嗯，我们之间完全没有冲突。就是飙出一些很棒的祝福，就是希望他跟心仪可以有更多的这个重逢的故事这样子。对，基德很帅吧，养成系偶像要慢点吧，要主打不完美的部分哦，太远了吧，现在在讲这个十分钟前的话题吗？可以快乐的独角兽之类的，独角兽口吐芬芳，但他没有陪我看这一部，因为这一部他人不在台北，他那里还来得及收视票，还有两张，还有两张，在 1.5 秒内抢得到吗？我要把郭彦廷ban掉。请问简同学，你在回来之前会去一趟北海道吗？你觉得我有机会跟你飞一趟北海道吗？你觉得呢？你至少从大阪飞北海道一定是比台北飞北海道还要便宜，可是我真的很想要去北海道。你明明去大阪之前有说是不是要有一个北海道行，我们相约在武林郭怎么样？我的荷包，他如果有钱你有吗？我们基本上我们的户头状况基本上是一样的。我跟他的状况都是负债。如果北海道开演唱会，你看当初南泥蛙单戏的时候，我也是心心念念的北海道，如果你们有抽到我就一定会飞，我就算我跟他说我就算借钱我都一定会飞，结果就是，对，谢谢各位。你们两个用精神巡礼吧，演唱会的标准好高。哎，那我想问吴太有抽到 Snowman 吗？没有没有，最好是没有吗？你们现在应该没有在一起吧，你不要让他听到这么难过的内容。 B 站 UP 中午什么意思？去吧去吧，抽选好难，你最后的钱钱不是拿去打针了吗？对对啦，希望保险会下来。你也要去雪人啊？没有耶、欸、我应该 Snowman 我真的就比较还好，虽然我蛮喜欢佐久间的，我有喜欢佐久间，但是 Snowman 我只有想要听到那一首的现场，那个叫什么無理無理呀半無理君の彼氏になりたい，我只有想听这首的现场，但是应该不会特别去看演唱会。保险就不知道啊，要看他会不会，就是会不会给你们的钱包状况可能跟当初相遇的时候差不多，没有任何人抽到票，你们怎么那么惨啊。哎，我跟你说，虽然说上一次你拿泥蛙有算到我的份，但是毕竟不是我的名字。我跟你说，抽选制我从开始参加抽选到现在我没有一次落、欸、就包含我跟你那一次 jump 不是就是后来也有复活当选嘛，那样严格来说算当选，然后我后来的每一次抽选如果是用我的名字抽，我全部都有上，我是不是就应该要买？
我就应该要帮你们买一个会员，然后拿我的名字去抽。哇！但我拿泥蛙最后的最后制作开放席中了，你有去吗？你们最后拿泥蛙是去几场？三场。你应该要办会员吧，把你的福气给我们。我就说我要，你们家地址应该可以用，可是电话只能用一支啊。早知道我就在我同学回国之前先偷他的电话来办一个会员。我个人的部分是去了三场。啊，那个嘞，马鲁口嘞，马鲁口应该也有一起吧？还是他只有两场？以后抽选名字可以填老板吗？那就变成我要拿着我的身份证去咯。你就算抽中了，还是没有你的份。哇，是桃哥耶！音乐剧的部分都不用抽选哦，可以直接买票。啊，只去了两场。你的猜拳运气都用在这，我的猜拳我是真的没有指望。以后我们生日会跟公演名字全填蔡雅恩，会不会比较好运？面面的福气没关系，我对猜拳大会没有任何留念。好的，抽选账号昵称直接改叫蔡雅恩，植入式宣传。对啊，桃哥进来的第一时间不就是要宣传？啊，简，我不知道你回来有没有机会看音乐剧。如果你回来之后有机会，也许或许，如果我们都不能确定不止新北场的话，或许你可以来看看我，就是比较性感摇摇飘配，很正的我。没错，爱的教育，让我来爱的教育你一下。很正。你想看神秘便利商店漫画就很有趣哦。你有去看漫画哦？真的假的？你是本来就知道吗？虽然听起来很卑微，但完全煽情了。不会好不好，他很乐意。天哪，妖艳的王母娘娘，那是我能免费看到的。你没有免费看，可以，你有花钱的。史上最突破性的服装，大家可以期待一下。那个就是我很期待虎爷。他刚出的时候有认真看一阵子，我是出完才看的耶，真的没有免费，而且还不便宜。就是其实台湾看音乐剧的价格真的都蛮高的，之前去日本我都觉得他们的门票超级便宜耶。在日本看表演艺术类的东西真的很赚，因为他们的场地又大，设备又好，演员又真的很专业，真的是市场问题。谢谢小安的红叶，我也想要去那个日文叫什么？猫咪鸡什么东西的？去狩猎红叶的那个叫什么？有一个，它是一个日文词。哦，猫咪鸡咖喱是吗？咖喱，猫咪鸡咖喱，猫咪鸡咖喱，猫咪鸡咖喱。也没有超级便宜吧，我真的其实觉得，像上一次看《被诅咒的孩子》，我就觉得那个价位，然后看五个小时这么精彩的演出，超便宜，就是红叶咖喱，听起来很好吃，日币跟台币一样的价格，对 Jacky 来说真的不便宜，确实啊 ，Jacky 还有机票来回的问题啊。香港，香港飞东京跟香港飞台北，哪一个比较贵？香港应该飞台北比较便宜，对吧？嗯，真的，真的，肯定是飞东京。哦，猜呗。等一下，我刚问的是贵，对不对？飞
香港飞东比较贵，飞台北再飞东京，那飞往你心里的单程票呢？我会退票，我会帮你退票。但我在等你们去东京表演，没有问题啦。欸，我们这一次在东京遇到这么多粉丝，差不多就是下一次就等我们宣布了吧。日本出张公演，直接退票，检票。这个帮我直接拉掉。台港线竞争很大，现在就有七家航司在飞。欸，听说，欸，我上一次坐计程车，然后遇到有司机跟我说什么，四月到六月去荷兰，去荷兰看什么？荷兰的花季，职工东蛋太硬了，没有办法。荷兰，对对对，郁金香，我有记下来，在记事本哦。四月到六月，荷兰阿姆斯特丹的郁金香花季，他说那个时候是可以有直飞的，然后在全世界十大花季的排名前面哦。然后他就说推荐我一定要去看，因为他说他之前去看就觉得真的很漂亮。他说好像有直飞耶，就是在不是旺季的时候。推荐你北海道，姐陪我去北海道啦！我真的，哎，就我其实之前有想要过年的时候带家人去北海道，但你们知道过年北海道真的是贵到我觉得不可思议的程度，然后我真的承担不起，而且你们知道北海道通常都要去滑雪，然后我就在思考。再晚一点带家人去滑雪其实就真的太晚，因为怕他们年纪大了之后就不能乱滑雪。我要开卖就买，要四万吗？那个时候一个人机票机加酒应该是四万多，没错，机加酒的话。过年日本整条线都跟孔丁那一样，雪看三天就腻了。我寒假去过北海道，下了大雪。这次你生日会第一次试坐新宇航空，其实新宇的评价蛮两极的。你这么想去北海道，可能很快你就会真的去北海道了。承蒙您吉言，你要出国，出国，出国。高雄联航过年来回还有三万的，去哪？高雄去哪里？去高雄吗？新宇的飞机行吧？对啊，但是因为新宇价格也高啊。东极 Don Quixote。刚刚查，现在直飞荷兰单程华航三万。单程华航，来回六万，住宿不包，十万跑不掉，再加上生活费，单程是不是就不打算回来？新宇机务排得好，五星级，排不好定时炸弹，你去不了也回不来，梦想啦。来回哦，为什么回来这么便宜？四万五。嘿，说跳到底什么时候要办演唱会？要气死了，要被急死了，好急好急！嘿，说跳可以快点开演唱会吗？没有，嘿，说跳今年，我感觉他们今年可能只会。我出估啦，应该只会有跨年了。像两颗星星闭着眼睛，还是月下了，他们会在一起。挽留你，因为你开始相信我陪你回去。
新宇台港线是比长龙华航便宜300-400哦，300-400蛮多的啊，港币。现在追的演唱会本却有点微，怎么了？你跨年出国了，会有很多人哭。我跨年出国会有很多人哭，确实。如果我跨年可以出国，我也蛮想哭。就是我，如果我跨年，如果我跨年我可以出国的话，那我也是蛮想哭的啦，可以不要吗？我希望就是我可以帅气的拒绝简说，哦，对不起，我没有办法跟你一起去看跨空。地址是我的地址绑在他们家，所以不是转运站，有的时候会被挡，对不对？但是我希望我跨年可以留在工作岗位，不一定要在台湾没有关系，但是希望可以留在工作岗位上，然后以我们 AKB 的名字工作一下，这样子。对啊，我跨年应该有工作吧？去北海道工作，去北海道工作，可以可以，这次可以去北海道演电影吗？现在就是把梦越做越大。上次在东京嘛，就是我们下一个往北海道怎么样？可以去北海道演。你简现在跟我说他会因为偶像而破产，他现在裤子破了一个大洞。等他回来台湾的时候，他可能会没有穿裤子。北欧真的没关系，北欧过去我们公司会破产。跨年红什么白的该上了吧？红什么白的？海水就算没退都知道追星人是没有裤子可以穿的。我在想，我们就算接到了北欧的工作，我们也可能飞不过去。其实跟你们分享，我们很久很久以前，曾经有一次接到，也没有到北欧，也是东南亚跟亚洲区的工作，然后后来因为疫情就没有成功，就取消了。不然我们本来是有机会去特别被邀请去一个地方这样。然后而且很特别的是，那是学校的邀请啊，但是没有了，因为后来就撞到疫情最严重的那段时候，不然我们差一点有机会去别的国家笑场。这个有听过，真的假的？跟老板出国一定很好玩？不一定。看我大刷特刷，刷刷刷，真的疫情耽误了好多我的少女咖啡枪 MV。 学校会不会进不去？肯定是你们是没有办法进去的吧。你就是我的天使，不是那种在你旁边的出国。哦哦哦，懂了懂了，跟着我一起飞出国。京都に来てください。今友達は大阪で住んでいます。京都の隣に。看起来像学生，感觉就会是行军。行军？行军什么行军？黑说跳今年是真的，今年真的再沉寂一下哦。去泰国当小学生，你去报泰国研究所怎么样？我知道哈塞桑是京都人啊，但人家都说京都人讲话特别文质彬彬，就是会很有气质，而且其实我觉得京都的方言是蛮好听的。但京都人都会说我们讲的语言才是最原始的日文，所以就是他们会有一种引以为傲的方言感、高贵感。简同学又不住在京都，你们知道就是大阪腔跟京都腔其实还是差蛮多的吗？就是他们都会坚持是不一样的，难变呢。
なんでやねん、ほんまに。谢谢 Jackie 的萌萌猫。京都腔听不懂，有有有有有，其实但我觉得近年来有特别一直在加强京都女京都人的印象，就是京都人都说，嗯、哦，为什么我们不是第一名啊？啊，毕竟我们这么高贵，也不适合跟他们放在一起比较啦。对，我说呀喽，好きやって。哦，阿康，之前还有什么？之前看《名侦探柯南》的时候，我记得荷叶还有讲一些。好嘛呀呢，好多古老建筑，对，就是古建筑啊。Skiaki， 没有，我真的觉得大阪腔很可爱，真的大阪腔都很可爱。我之前在学校报告的时候，我就讲说，如果有机会的话，其实我也会想要去大阪，因为我觉得大阪人讲话很可爱。然后我们班上就真的有大阪人，然后老师还询问了一下他的心得，他就说他觉得台湾人好像蛮多人都觉得大阪腔可爱的，然后他自己听完之后是觉得很开心，觉得 Sukiyaki 很棒。荷叶的腔调很可爱，我这一次今年的剧场版，我认真的觉得被荷叶可爱到，哎、欸，而且荷叶的声优好萌哦。我之前太认真在看小哀了，之前太认真在看小哀了，就没有很认真听别人的内容。麻油的日文有大阪腔吗？有啊，而且蛮重的耶。他很多词，应该说其实麻油他有要让大家知道他是大阪人，所以他某些词他还是会用就是很大阪的话来讲。我也有推的滤镜，当然。而且就是我跟你们说，就是简，因为简从小到大都跟我一起看柯南，就是我们是一起追的，然后他其实对新一跟小兰或者是柯南跟小哀没什么差，但他就是被我逼到只能说自己是柯哀党。相约晚安，气氛好浪漫，需要你陪伴。对，他们都会标准语，要强调自己出生的时候就会用方言。 Home money。还有什么啊？我记得我之前为了那个报告，还有特别背几个大阪腔的词。阿康，谢亚娜，那个吧，谢亚娜，你是柯基派啦，我知道，但是没办法，小哀应该是跟我，然后柯南跟基德可以自己去旁边。ほんまに、なんでやねん，跟。俏呢，俏年哦，它是平的，俏年是没有，才不是哎，俏年，谁呀呢？哦，有，这一次有，卡拉伊，关西腔的很咸，还有什么？知らんけど，知らんけど。知らんけど，哎，可是知らんけど不是蛮常用的吗？关东不会用这个词吗？知らんけど，就是虽然我也不是很清楚啦，就是我也只是听说那种感觉。知らんけど，这个蛮常用的吧？この女優めっちゃ美人やんな，我就没有办法发出那个やん，很自然的发出那个やん。知らんけど，哦，我知道东京的重音不一样是吗？知らんけど。不过可爱大家都会用，浪什么的都是关西那边的。知らないけど，哦，大阪是知らんけど，然后东京是知らない，正常的知らないけど。
然后跟わからないけど，但最近大家都会的是全然わかんない，全然わかんない，呜呜哇哇呜哇，呜哇哇傻哭傻哭，恰哦，呜哇哇哇呜哇哇哇。最近大家都会的就是全然わかんない，全然わかんない，小さくて可愛い。小さくて可愛い。私。じゃあもしかして私もちいかわですか？東京できない。大阪できへん。はぁ？好了啦，傲娇仔。昨天好像也是。收拾你了，什么意思？啾啾啾啾啾啾。太难念出来了吧，从最前面就错了。今日每日任务已解锁。あんた小さくないわ。なんで？私あの身長もあの160だけ。東京マック東京マクド。おお、不对，大阪マクド、マクドナルド。マク、哦，所以东京会直接讲マク是吗？めっちゃ可愛い，関西弁。ほんまに，你基本上是因为有那个吧，滤镜，粉丝滤镜。你们家那只是不是还蛮常讲大阪腔啊？高いぜ。我们这里有很多塔卡伊的人，好不好？我们直接 Q 高高出来。前面是高音，马马马马马库马库多，怎么高音？马库马库马库，高高是很高。麦当，希望母娘娘怎么会笑？她说她不会说标准语，那就是蛮可爱的，在表现自己是大阪出身。但本来就是关西的。哇哦！你要来看生日会吗？基本好浪漫，需要你陪伴。在十分钟就跨日啦！老板也可以是说是基隆人，不会说台北话。但是阮家人拢是讲台语的。啊，大家台语有认同无？我是敢那我讲台语，大家是听无我伫咧讲啥？人讲福建人拢是甲家己的迄个爷爷奶奶是讲台语，但是我是真正是袂晓。生日会是要穿魔法的？穿什么魔法？你说你们的 dress code 吗？你们的 dress code 是只要在魔法世界里可以出现的任何角色都可以，要认真的哦，带有中二感的哦。例如说你是魔法世界里面的魔法树。你们是一棵树，但是你们会就是你们会讲话，你们是魔法的树，千年老树，哥布林最好给我全身涂绿色哦。不准告辞！台风一来，衣服已经卡在海上了。我可讲听的话中等是什么意思？史瑞克，好像是你们只要能解释出来，我就能接受。哈塞桑阿里嘎多！我要跟你们分享，我前几天看到就是串串上面在讨论一件事情，就是有很多那个外国人去到日本的时候，就会想说跟店员要不要讲阿里嘎多ございます，但是因为其实
平常没有很常在讲日文的人会觉得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很长，而且很绕口，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会不小心讲错，会卡卡的这样子。然后就有人在讨论到底可不可以跟店员讲说どうもあざす或者是 thank you。 其实どうも跟あざす都有点比较不礼貌，因为店员说真的跟你真的吗有看到我要讲都是どうも，可是どうも也没有很就是毕竟他是店员嘛，但是因为是外国人所以其实就还好。我觉得 thank you 的话就很 OK 啊，因为 thank you 外国人他们也都听得懂，其实你讲谢谢他们有的时候也是听得懂。但是呢就有人分析说真正的日本人都会对店员讲什么呢，通常都讲どうぞございます、どうぞございます、どうぞます。然后我就想说哎，那大家都讲那二十年后你看到店员就阿姨客人都跟我讲どうも，因为毕竟人家年纪大啊，年纪大本来上对下就可以讲どうも，但一般客人还是会跟你讲ありがとう吧，可能会跟你讲ありがとう，不会讲ございます之类的。爬梳语就是大家就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ごうございます、やしゃませ、やしゃませ、せ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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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就是这种感觉。ずます、看今天几位，很光阴，真情，点什么？点毛？上次去秋叶原站旁边的便利商店换零钱，其实讲中文也通。其实我觉得，基本上日本很多观光地区，你用身体语言，他们也都很能通。我觉得，尤其是日文，其实很常用到身体的姿势。有些人一边讲话也都会想加一点东西，所以他们也是蛮好懂你要干嘛的啦。是说我还没有遇过缓光音会这么黏的，缓光音只要加上 mas 一般就可以了。ありがとう mas， 不行吧？一般加上 どうも也不能加 mas 啊，什么什么加 mas， 所以就是你但是你的饮料好了 mas， 然后就走。我骑摩托车，我骑摩托车。你今天骑车过来，对，我骑摩托车。我骑摩托车。你妈！日本超商店员几乎都已经不是日本人，对，基本上现在超商店员都不是。我这一趟去东京都不是，我还没有遇过，只有唐吉诃德里面的捕获的店员跟一般非免税柜台是日本人，但是只要是免税柜台全部都是外籍人士。这样是说就用一般的 masters 的句型都可以的意思。而且我跟你们说，就是你们知道有一些免税柜台会讲英文，然后可是有一些地方的英文腔调很重很重，所以他讲英文的时候我想说千万不要让我排到那个店员，因为我听不懂他讲什么英文。然后很幸运的是我排到店员跟我讲日文，所以我在猜他应该就是印度人，但他就是全部讲英文。然后林忆云排到就是那一个店员，然后那个店员就他有一些话真的听不懂，然后因为林忆云英文很好，但他就会说不好意思，就是可以再讲一次吗？然后我就很庆幸还好我拍到的是跟我讲日文，因为讲日文我真的会比讲英文还要听懂。英文真的好难懂，因为他那英文的腔太难懂了。印度人讲英文我也不懂，为了因应外国观光客真的是很多。我遇到印度腔，后来用自助机都比较快一点，所以柜台有的没有办法用自助机，尤其是 Uniqlo 现在也是，因为 Uniqlo 一般可以用自助，但只要免税就不可以。好的，最后五分钟，我们 It's time to 念榜，各位，就是印度人讲话
有他们自己的腔调。哎，勇哥今天没来。因为我没有预先公布今天要直播，他可能睡觉了。快闪念榜带，还好现在做的公司没有合作的公司在印度有场问题。现在真的好多自助，好想讲日文，你就可以去讲啊，你还是可以去讲啊 ，OK 的好不好？而且你这么常飞日本，有的时候我都搞不清楚你有什么时候在日本，还是什么时候不在日本。你有一阵子整个人看起来是生活在日本。今天是开来庆生的，没错，但他本人没来。那我该怎么办？以前去哦，韩国，我倒是真的不知道韩国不会讲韩文怎么办？감사합니다，잠깐만요。其实我觉得可以去日本讲，可以去韩国讲日文哎。总有一天让为我疯狂哎，真的那些年那些歌已经在发现动了。面面吗？你为什么没有办法上去？因为我前阵子不小心韧带撕裂伤了。我现在上不了台，可是我很想跟他们一起跳，所以我今天还是担任这个一日应援团，我待会很努力打call的。四号生日还是你的？大文生日快乐！现在10月3号57分，哭了。有的，我还是有很努力当打call应援团哦。孤单怎么办？爱却不能讲，你真讨厌，不来帮我的忙，怎么可以这样？怎么可以这样？想还有更好看，却无力抵挡。好，那我先念吧。今天的第十名，今天的第十名，哎，勇哥有来呢。今天的第十名，谢谢冰。今天的第九名，谢谢草莓酱。今天的第八名。勇哥生日快乐！勇哥什么时候来的？勇喂喂，生日快乐！今天的第七名，老板工作辛苦啦。15跟20抽好像都很一般，还好有留一张不抽签的，希望能坐到最后一排，所以我超期待，但又很怕你的脚还没有好就想跳，虽然已经在跳了，希望脚赶快好。我有乖乖吃药，就是当天我会乖乖吃药。放了2天，不知道为什么放了台风假，感觉明天工作量要爆炸了。还好老板的旋转相框陪我加班，老板本人也有加班哦，谢谢本人。有啦有啦有啦，我生日会还是会认真跳。今天的第六名，明明直播辛苦了，稍早又跑去了美式卖场，这次人潮很少，东西有感觉稍微好买一点了。明天上课加油，我推的餐厅感觉不错了，应该去踩一下点了吧，哈哈哈哈哈哈，笑死。稍早生日会直播抽选，哎，无法观看。回到家的时候，哇，有点后面了，没差，我到了就好了，可以啦，每一个位置都能好好观赏表演，谢谢博成。今天的第五名，哈塞萨，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台湾からの感謝です，超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谢谢阿水嫂。今天的第四名，老板今天直播辛苦了，魔法少女真的好漂亮，明天终于要上班了，工作要做不完啦，大家乖乖上班才能开开心心的去生日会，第一次参加生日会真的超级期待，今天也是超级想你的一天哦，谢谢章鱼嫂。 OK， 我已经 catch 到你的期待了，好好期待一下当天吧。今天的第三名，明明直播辛苦了，一发入魂第一首28抽，谢面哦，今天生日快乐，大文。なんだもう朝かと一人ごつ焼けたパンにバターぬりぬり。なんだ？我忘记大文推的是谁，不是哈吉瓦雷吧？生乾き
吗？他不是说身上会偶尔出现小疤，但是他是退小疤吗？他本人有退小疤吗？我记得他之前好像有讲过一个，他推谁之类的内容，但是我忘记了，忘れちゃった。啊，是乌沙鸡，但是肩膀上，对嘛？我就记得我真的有读过这样的内容，我记忆力还是很不错的，好不好？他推的是乌沙鸡，小巴是你说的，那是因为大伟身上就是来看公演的时候都会挂一个。他都会另外挂一个小疤，然后我每次都不记得他是谁，我每次只会看到他说啊哈基瓦嘞，然后我们的对话永远只有啊哈基瓦嘞跟啊哈基瓦嘞跟啊哈基瓦嘞，然后没有然后了。我从来没有跟大伟正常的说到话，我每次跟他讲的内容都是啊哈基瓦嘞，嗯，这是我们到目前为止的对话。就是我们对话只有哈哈基瓦雷，一成不变，一直都长这样。我甚至也不是喊他，没错。等他来生日会之前，我都不会更改我的内容。哈哈基瓦雷，好的，谢谢，生日快乐。这个今天的第三名，那个低冲一发入魂。耶、yeah, ，爱你哦，想你哦，哎，果然是挺有缘分的，有没有？哎，就是很会抽，很会抽，很棒吧？哎，你看哦，28抽，我如果本来选我生日21号，你在21抽，精彩还跟28抽差不多吧？对，没错，所以谢谢天宇。下次放内心是乌沙鸡的哈基瓦嘞，请你要看出来，怎么看出来？不理，爱的连线，爱的连线，第一抽一发就入魂，平常都没那么幸运。今天的第二名，因为直播辛苦了，本命回避，一边天堂一边地狱，真是太好了。今天的第二名，啊，天堂的那边是很天堂吗？今天的第二名，谢谢 Jacky。 嘿嘿，天堂第一抽，你27哦，很天堂，很天堂，天堂第一抽，天堂第一抽，我27，什么概念？天堂第一抽，我27，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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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场哦哦，安室奈美惠那边是一呀，真的是一边天堂一边地狱，还好都看得到我，还好都看得到我，很棒吧？那今天的第二名，我们就恭喜一下 Jacky 啊！哎，我刚刚有拍手了对吧？优秀优秀，都是安安抽的我的哦。很有缘哦，不得了哦！我第一次这么前面，要注意什么吗？会晕倒吗？会，会。外面有救护车。今天第一名，今天第一名是谁呢 ？OK， 老板工作辛苦了，我明天也要乖乖上班了，嘿嘿。生日会抽选，其实我还是有强运的、啊，但我想去后面了哦，那就是没有多强运的意思。我很抱歉，谢谢今天的第一名小安。嗨嗨，拍照会太近，建议跟我换位置。你是第零名吗？谢谢简小姐，你不回来看我生日会，我不接受帮你拍手。你今天没有掌声鼓励的环节。他是不参加抽选，但是哎、欸，要跟你们说，我这次生日会会有很多可摄影环节，就是如果表现的好的话，我目前的设计是几乎整场都可以拍摄，就是目前的这个设计。哎、欸，那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虽然这现在问有点迟了，有没有特别想要看我一个人表演的歌啊？
哎，等一下啦，我只是说如果表现得很好的话，我不一定表现得很好啊。我不一定表现得很好啊。还有呢，还有呢，有没有特别想听我唱或者是看我表演的歌 ？Solo 的部分，一个人的部分。我想看啦，不想一直拍，但你的位置好适合拍照。就是好喜欢好耶，就是好喜欢不能录吧，嗯，要看有没有这首歌，到时候看看咯。这是剩下一个礼拜了吗？你们就讲讲看嘛，如果可摄影很多，后面会好很多，我都可以，你跳都行，你唱跳都可以。那达摩阿萨嘎多，ひとりごつ。焼けたパンにバターぬりぬりなんだ。其实自弹自唱可以录。生乾きあああ。我要拿出小提琴吗？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你吉他要自己弹吗？你可以看你要拿乌克丽丽，我加的是小提琴，没有乌克丽丽，好吗？破了，破了，破了。好的，那看起来大家没有要许愿的意思，那就等你们视同放弃这个机会咯。拜拜，大家晚安，大家晚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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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耶！谢谢简简今天参与了一个小时的直播。你回来台湾陪我，我会更开心。但算了，你还是不要浪费那个 working hard 的时间好了。其实我私心是希望你可以找到一个机会留在日本很久很久，最好都不要回来。等我过去找你。我要去玩，我要去玩。生日会晚安歌 solo。还是你的心像真理。你又是哦。其实我没有想要提供的图档哎，我本来想要在外面场外的布置，不是大图输出可以解决的东西，所以我没有要许愿，就交给你们了。然后我是一定会出去呛你们的东西的，用力呛。许愿能一直看到蔡安生的，那你加班可以偷溜吗？我们只有小德可以啦，可以，不是被姐姐拒绝了。提早一点点说吗？是要多提早？什么意思？生日会当下那叫提早吗？什么状况？是生日会可拍摄环节前说可拍摄，这样算早吗？应该，如果我没有忘记的话，应该会有十秒。啊！不要再忘记了，蔡恩。现在讲的可能不太一样哦。对对对，那就交给你们，你们自己去讨论，自己去讨论。想要突然很华丽的另外画一幅画也是可以的哟。提早半天的话，可能，当然可能提早到前一天就觉得就没有机会提早个。刚刚好可以来生日会吗？请问面老板的背景音乐是可以点歌啊？点吧点吧，但是你们家的歌可能会被版权消音。我要睡觉了，所以你快点点。我明天要去上课，还是绘画，要哭了。我明天上午还有国家吗？我来看一下我讲了什么。我讲说，先週 USJ の話をたくさんしたので、ずっと叶えられていない小さな夢を思い出しました。それは USJ のハロウィンパレードを見に行きたいということです。嗯，哦，可以可以可以，这首 OK， 我爱。好啦，大家会不会吵死哦？很吵哦。这个我第一天就传给你了。
我听得懂你的日语，是过，谢谢，好开心哦。这个是 Kamigata Boys， 就是新达拓的团体里面有关系，有很多关系的偶像，然后他们所有关系出身的偶像一起组成了一个限定团体 Kamigata Boys。这就是关西人的热情。看三金，你忘记以前看这台都是耳膜破的。神经，哈密嘎达，West Side 哈密嘎达哦，所以那个哈密嘎达是哈密嘎达的意思哦，大阪のことです。哈密嘎达是指大阪。我一开始讲说哈密嘎达，哈密嘎达，哈密嘎达还是哈密嘎达。好啦，大家晚安。然后我刚刚讲说卡米嘎达 boys 是这个意思吗？原来卡米嘎达是这个意思哦。好啦，大家晚安，おやすみなさい。明日も頑張れ。晚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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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晚安，拜拜啦，おやすみ。おやすみなさい。仕事も頑張ってください。学生たちも頑張って。バイバイ。